带你来看山海气象。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17到28度，太武来意春日17到31度，三地门雾台马家高温有30到31度，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0度，高温来到29度。嘉义阿里山9到28度，有6成的降雨机会。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信义8到27度。台中和平13到27度。苗栗南庄师坛泰安14到27度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在尖石就有10度，高温来到25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12到24度。宜兰大同南澳13到25度。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气温都落在18度以上，最高温来到25度。秀林万荣12到25度。寿丰丰滨16到27度，都有4成的降雨机会。凤林光复瑞穗17到26度。卓溪玉里富里最低温在卓溪只有6度，高温来到26度。台东长滨成功东河高温气温都落在20度以上，最高温29度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14到26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17到27度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高温有29到30度。兰屿20到27度，有4成的降雨机会。外岛的连江金门澎湖17到26度。